果陀剧场 Art 机智人心喜剧，朴学亮、曲中恒、曾国城，超强剧场铁三角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画家。哎、Antoine de Padu de la Grave。干嘛还需要这么多个人？你猜猜看，我们那位大医师赵忠杰，他花了多少钱买他？先画了，啊，啰里吧嗦一大串。一般人都叫那个人叫昂托啊，昂托啊，哇哦！你听过这个人没有啊？听起来好厉害啊！你说艺术家哦，那听起来好像他，他有种那种啊神的味道啊，对我来说，他的确是神。亮群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为了一个凡夫俗子花那么一大笔钱吧？当然，了解。这我不可能吧？了解，神，哎呦！我跟你说，上个月我特别买了一张机票，我飞到巴黎去。你知不知道在庞毕度摆了多少昂托的作品？多少？三幅。哇！三幅昂托的作品摆在庞毕度，真想不到。而我这一幅，跟那三幅任何一幅比起来，一样好，也一样白吗？开玩笑，一样好的。你不要听我发言好不好？我不要听你什么啊？我不要听你什么啊？你不要替我啊发啊！2021年魅力加演，购票请上 TixFun 售票网。